嘉玲近期陪同梁朝伟出席威尼斯影展，领取金狮奖终身成就奖。两人返港后，在家举办宴会，邀请好友一同庆祝。其中，珠宝设计师龙子佳晒出一系列照片，透露自己受邀出席了刘嘉玲举办的家宴，大赞对方家中装潢散发满满的艺术气息。龙子佳除了上传与刘嘉玲的合照，也分享了当天的菜色，透露厨师做了许多佳肴，吃得非常饱。不过，有网友联想起刘嘉玲过去曾在节目中表示自己有严重的洁癖，不喜欢别人用她洗手间。连梁朝伟也不行，如果有人用过他的洗手间，他会立刻崩溃，甚至会更换全新的马桶。因此留言提醒龙子佳不要用刘嘉玲家中的厕所。对此刘嘉玲曾无奈地表示，她也不想这样，但就是无法控制自己。而她和老公在家时都会分开使用各自的洗手间，这样也能避免互相浪费时间。